四个都说了，他不要当什么皇子，不让他走。郑静敏是长辈，你的无状正不跟你计较。龙儿的事是郑家务事，朕要带他走，他就得走。那你先杀我老婆子。又打起来了。这你抢了我的名位，抢了我的富贵，我都算了。你要是再敢抢我的龙儿，我跟你拼命。真儿，施公极爱。